手机搁这下板子。 Ah.
救了他哟。发现狗扛刀这给歪秒了呀。Huh?
吃的挺多的，吃不住的。另外应该是要好的。完全不拉稳呢。
卖了薄皮，那服了。你完全不是人了啊！ 拿一个车干。
知道你有飞轮。两个洞全打了。啊！就真的假的？打洞，打洞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打洞，打洞就对了。you
哎，椅子怎么过来呀、啊？没等过来，那我光用兵去了。刷点不就是空单刷点吗？
到站等你。啊？啊？球队让他挂机，然后再给他加个大。秒救！这飞得好的也太快了吧。
还好我带传送了，不然这把这记忆了。反正这咒术也在坐牢，因为道场电机被锁了。双探啊！
揍，你再揍，再揍，揍，多揍我一点。找我，找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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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太对了。双弹前摸好累啊，一直拉距离追不上。不会带个山摇吧？三友，那双弹三友，服了。大夫在这里。
教授难受，有人给他关灯了，不锈迹给他关灯，好关。大夫一定在摸佣兵。这大副不修机的，这也太有救救，我就没想到了，好救。开呀！
死这条狗呢。 就好一点，抓周树去。 有点亏呀。 板子给你驳到了，那我保平了。没有拖地过吧？ 哎呀，这个鼠标为什么？呸！我这个手指滑了一下。
这两个板子不会失败的就挤了。鬼屋不好偷镜子。 也能空。 都好奇怪呀。 加好了，没压好呀，没压好，过来干嘛呀？
这搞得跟药的一样。美亚好，这两个人就跑过来保了。喂，抬下鬼屋吧。没电机呀、啊，没电机我就不抓祭司，除非这祭司想去保人，保到住了。哎，椅子嘞？哎呀，那压机一个椅子都不算。集合四号机，杀机在中，计时在中上，看他救不救。Yeah.
一个祭司也要带个飞轮，没有飞轮不会玩的。那我当分奴了喽，这骑士就别想走了。
你看他自己投了，门被锁住了。来撞，那球不进来，你让他踢进球，我让你撞我三分数。前面是谁来着？哦，空军。下个板子直接五十。哎，不亏。给这空军玩明白了呀，给他一直绕，碰不到的。拉枪，气强太多。哎呀，嗯，哎，无尾吗？
哦，他敲的账呢？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妈，吓死我了！这个货，哎，臭小子不带风窗。不是飞轮呢？哎，难受。哇，你有罪孽吧你？怎么这么快呀？完了，记了，地下室喽。我相信周厨师。吃货，吃刀刀也行。别吃货，吃刀刀。哎呀，这么秀啊！好，急。他算卦的，他算卦就白给了。快，我需要帮助。心里我相信你不会吃货的，别吃货，别吃货，别吃货。啊！完了，这把四个人 VIP。哎，电他！啊！好了，场面太惨了，不看了。